开始了，开始。有没有反光？没有。这台是 GLC 原车带触摸的 6.0 系统，单屏的哈，原车是 10.5 寸的，加装了我们的安卓解码器，保留了原车屏。然后我现在切到安卓，这是安卓的功能。也可以用这个鼠标。质量特别好啊，可是大家都很热衷于报这个某一所高中学校。对。